嗨嗨，我们到韩国了。为什么我们会从欧洲下一站是韩国呢？当时候就是有找到一个很便宜的票，然后是会经过韩国，就想说那在韩国停留个几天好了。但是我们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就是以前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欸、没关系啊，好多国家可以玩，对啊，现在就觉得说好累啊，我刚刚甚至想要买机票直接回来。所以我们只会在首尔待，实际上是4天3夜，但是就是扣掉今天跟回台湾那一天，所以中间只会有2天的整天。这一集主要就是会有神秘嘉宾来加入我们的行程，然后他会带我们吃喝首尔，吃喝逛买首尔。如果你周末想要来度个假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应该是还不错的。我们接下来几天呢会住在首尔站，住首尔站的话就可以直接从仁川机场搭这个直达车到首尔站。刚抵达我们的 Airbnb， 是一个很简单的套房，但是它也有厨房，然后也有洗衣机，简单的一张床，还有一个桌子。房东很贴心，还放音乐迎宾。然后我们住的呢是27楼，超高的。哇，是没有什么景色啦，但很高。我睡醒了，刚刚现在几点钟？9点多啊，我刚刚大概5点开始睡吧，然后真的都起不来，好累哦。我们要去明洞站，因为我们现在太晚了，所以有一些餐厅应该都打烊了，要去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我们现在晚餐有什么选择？应该就是烧肉吧，烤肉是吧？烤肉啊，或者是猪脚，不知道有没有开到这么晚。猪脚听起来很不错哎、欸，补充一些胶质。对啊，还有热量。照照看吧。好久没来哦，这边好赞哦。我已经跟欧洲不同气氛哎、欸。应该是有小破音吗？怎么很晚了都还很多人，很热闹的样子啊？这边是观光大区，好多人哦！走在路上全部都是 New Jeans 的歌，哎，真的，你要不要跳一下？播到爆，好兴奋哦！他们真的是当红团体，超红！我们现在应该会去吃猪脚，但我们看一下哪一间还有营业。来这间吃猪脚，会不会太多啦？这分量是中的，我们点的是一半一半，有原味跟大蒜味的猪脚，好吃哎！虽然我长得没有猪脚脸，但我真的很爱吃猪脚。它的味道是有卤的很进去、很入味的那种，然后不会过烂，也不会过于有一些就是要咬很久，它这个不会入味哈。嗯，但它瘦的部分是有嚼感，好硬，好好好吃。它的蒜味呢，上面全部都是满满的蒜。跟想象中的蒜是完全不同一回事，它的蒜是带有一点甜甜的，然后不会很呛辣，不会是那种生蒜的感觉。刚吃饱，现在要来买糖葫芦，看起来好赞哦！耶，这样一串是5000韩元。要吃了吗？要吃了，只看你要看你很狼狈的样子啊！加油，应该要从侧面吧。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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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嗯，它有冰心哎、欸。冰心什么意思啊？就它草莓里面是冰冰的，感觉外面天气太冷。嗯，吃这个真的不能着急，不然绝对会被那个刮破嘴。青菇来了，青菇来了！哎、欸，好久不见，我们的朋友来了 ，Vito 老板娘要，请多支持，请多支持。这两天要带我们在那个首尔爬爬照，耍辣，辣不起来，太冷了。可以耍怪，可以耍怪。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饭，然后要去孔林一只鸡。为什么不是去陈玉华、啊？刚刚最有名的鸡是陈玉华，但是
杨先生他钟爱孔明，我钟爱孔明，我不懂哎、欸。孔明才有那个粥，对哦，千华珍珠面。我们在那个东大门这边，他离九号出口应该很近，走一下就到。刚才杨说他对孔明熟到已经闭着眼睛都可以走。好，那我们就请他来带路，请他闭着眼睛来带路。把式好华丽，你有看到他这个把式吗？真的是有，是天鹅绒哎，闭着眼睛都可以找到，就在这一条。熟门熟路，耶、yeah, ，到了，而且真的都没人，因为陈玉华好多人。哎、欸，他这边有写孔林一只鸡，台湾爱吃鸡，然后超级好吃，电报隔壁不要错过。菜单很简单，就是几人份，然后另外加一些年糕啊，或者是看要不要煮粥。来了，动作超快的。我们点的是一只半，然后有给一些鸡胗、泡菜。那这个菜要做什么？这个就是解腻吧。哦，就可以直接加酱油混合着吃。老板会帮忙把鸡剪开。在等这个汤滚之前呢，可以先把这个高丽菜丝这样拌一拌。然后当生菜沙拉吃，嗯，好吃哎，太麻了。酱呢是有一点酸酸的，不是死咸的那种酱油，清爽。滚了滚了，然后老板说先吃年糕，等一下再吃鸡肉，鸡肉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熟。正统的韩国年糕哎，好 Q， 好 Q 哦。然后还有它已经有吸到那个鸡汤的一点精华了，吃得出一个沾一点酱油，嗯，超好吃。怎样？太美好了，这个光跟那个汤，然后全变漂亮，变漂亮。该剩最后一点点的汤要来煮精华的粥，还有加一点蛋跟海苔、韭菜。不同滋味，没吃过的味道。它其实只煮一下下而已，并不是真的煮到爆开那种，但是另外一种风味。你们已经好吃到直接拿自己的汤匙在那边捞哎。下一站我们来到东大门 DDP， 要来看一个展，是什么展呢？插画家、艺术家的展览，名字。我忘了怎么念了，俊什么的，是韩国的吗？不是，他好像是美国还是什么什么的，美国的。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展 ，Jean Julian。然后从这个 M1 Museum 这个入口进去。It's the things you chose to do. Countless nights spent crying over you, but you never came through. Yeah, you never did. Yeah, you never did. Never did. Yeah, you never came through.我们现在来到霞欧亭罗德奥，好长的一个站名。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一个咖啡厅。我们要来的咖啡厅呢，就是 Gentle Monster 旗下的 New Dick。然后最近跟 New Jeans 有联名，有写新歌 Oh My God， 然后 New Dick 的 New 加 Jeans， 可爱哦。里面在大放哎，里面还有卖一些专属的周边商品。可爱哦，哦，还有这个，还有招牌的兔兔礼盒。这边地下一楼是咖啡厅，然后二三楼有 Gentle Monster， 四楼有卖香水。里面的空间很大，蛮舒服的，弄得很厉害，还有一些装置。原本想点兔子来吃，但这一只兔子要36000。喝完咖啡了，我们现在要直接去四楼卖香水的地方。超美的，好厉害哦，弄得很像美术馆，很多装置。
跟那个 Gentle Monster 一样。这就是现在韩国最火红的香水品牌，因为他们之前找了 Jenny 代言， Jenny 本人真美。这个是 Jenny 选的 Charmel Camel， 然后它也有洗身体的跟乳液，我好喜欢它蜡烛瓶身的设计哦，很漂亮，然后又有一点破坏的感觉。转眼间来到新沙洞，要开始逛街行程，然后第一站就是那个 Other Arrow。 这边的 Other Arrow 超大一栋，一整栋都是，感觉很厉害。然后门口还做了一些特殊的造型，太会弄了，陈列有够厉害，设计的非常好，蛮可爱的耶，很简单的蓝色线条，里面居然还有咖啡厅，很厉害，这些人规划的好棒哦。这边很流行把吃的就这样做成模型展示，然后就看起来很时髦的样子。哦，这个好可爱。维拉要带我来当地厉害的球鞋店，叫做 On The Spot。 我选了一双亚瑟士的这种复古的运动鞋，超赞。我刚刚买到最后一双，刚好是我的尺寸。这是叫什么？这叫做命中注定。原来是这样。决定去 A-Land 晃一下， A-Land 里面也是东西超多的。我以前第一次来 A-Land 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棒了，应有尽有，各种款式跟各种设计很赞，然后有看到那个之前凡跟猪的情侣衣，这个怎么样？花吗？对啊，好可爱哦、喔，很漂亮。它还有这个颜色，仙女的颜色，这种太超过。下面我试着穿一件裙，迷你裙。我刚刚在 A-Land 就买了那件花的卫衣，而且超级便宜，一件1000块台币，超赞。我们现在要来后面这间吃烤肉。我们明天还会再见面对吗？好的，今天非常的愉快，谢谢欧巴。谢谢。你有家亲姑呀，来了来了，终于来了，等了半个小时。天香，你今天穿的是什么？社长华丽风啊，漂亮，要董事长见面的路。好华丽哦。今天真的是饿个半死，昨天明明就吃很饱啊，怎么会这样啊？而且昨天吃到很晚都还在吃。对啊，今天超饿的。我们要去吃什么？那个也是杨同学请的，就是杨同学。哦，到底怎么念 ？Isaac 啦 ，Isaac， 英文是 Isaac。但是他们翻成韩文是 Isaac。哦，好，入境随俗。对 ，Isaac， 请用韩式。我要吃20个。我帮你加5个薯饼。太好了，人也是不少哎，生意好好、哦。这已经风靡多久了、啊？超久，从很久以前。而且现在感觉还都是关灯。选择好多，然后说可以加薯饼，我要加很多，7个好了。你点的是什么口味啊？玉米火腿，然后加薯饼。哇，很爽是吗？好肥好爽。它里面是什么酱？美奶汁。好夸张哦，怎么会这样？我是培根马铃薯饼，有加薯饼的就爽。看不出来是披萨、啊，就是也吃不出来是披萨。你以前有吃过吗？
没吃过啊，就听你们一直讲啊。面包很棒哎、欸，嗯，烤的是那种会刮烂那个口腔的那种，嗯，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很爱，因为它是很甜的那种，对，它很甜，甚至点了第二个，这是什么口味啊？这是烤肉口味，嗯，有烤肉的感觉吗？有一点像台湾早餐店的那个。现在要来拍贴，伟辣说现在韩国非常非常流行拍贴，然后都开24小时。这间是哈鲁，他说他有拍过。然后这边呢，现在就是都会提供很多道具，比如说什么2023啊这种，或是一些乔巴的帽子，应该蛮简单，好像也可以刷卡，是不是？还有跟这个大家的爱牌，刚才那个 Covernet 啊。是哦，我刚才看到，有没有？真的耶，联名的框框，超可爱的。我们要再拍一次。QR code 是可以自己存照片的意思吧？对，然后还有一次出来了，很 Q 哎。扫那个照片上的 QR code 呢，还会看到影片是吗？对。哇，好好笑哦。现在伟拉要带我们去逛当地的品牌。Go go go！ 哦，这个发夹好可爱哦，很多很漂亮的发饰哎，还有这个发圈。最近就是很迷这种很复古的款式，然后这件穿的是 M 号的，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太大，我去试一下 S 号的。看起来好壮，好小哎，看起来很胖，感觉应该啊，看起来比较挤，什么？看起来比较挤，感觉应该要 M 号哦。对。请问你拿这是童装吗？还是金针妮的套装？那关你什么事？然后我也可以试试。这顶你戴怎么感觉怪怪的啊？你要不要换？还是它版型的问题？据说朴叙俊也有戴哦，同款，不同色。干嘛拿出来压我？最后买了这个黄色的拉链卫衣跟咖啡色的帽子。伟拉可以教我们一下韩文的多少钱怎么说吗？얼마요 ？or 哦，不用那么얼。얼마요？这样。就是、然后舌头往上。얼마요？这样。얼마요？얼마요？好了，这样以后就可以很好的运用。那你问他回答你还有没有？不要吵啦。下一间是这个 Object， 然后它是一间文创店，好像很可爱的样子哦。I'm so so， 我是为了这 I'm so so 而来。一共有4层楼，有展览卖文具，4楼有卖一些小袋子，然后也有一些文具。哎，光是这个订书机就好多颜色，有紫色的，这是公仔吗？钥匙圈哦，是楼下那一只。现在到3楼，然后有卖一些杯子。哦，这个把手做得很 Q 哎，特别大。这些好可爱哦，这是放什么？那个线香吗？这个好白目，是追加。这个猫咪写字好小，还有猫咪睡觉，猫咪读书。很可爱，很可爱。二楼，生日卡片质感好好哦，很简单，这样。不怂啊！我要买这个。这 Good Luck 也不错哎、欸。哦，这个好好笑。杯子也超好看的，设计也超好的哎、欸。我也想买杯子。杯子我们买个几个？几个？你是需要几个？3个、4个。好夸张哎！一楼就是重头戏，这个 SOSO 的展览，哇，所有的海报这样很可爱。QQQ， 长一样，很好笑。这个线香也很好笑 ，SOSO 手持的线香，买了超级多东西，然后超多张的卡片，买完还在继续合照。拍到不行。我们来到景福宫站，要来一间伟辣很想来的咖啡厅，是这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位置，进去问一下。它的柜台我也很喜欢，都是木质的，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灯笼的灯，很有北欧的感觉。其实点了一个他们招牌的拿铁，还有一杯果茶。他们的杯子也弄得很漂亮，
很简单，印他们自己的 logo。我很喜欢这个托盘，然后我点的是普通的拿铁，整个风格真的超棒的，家具也选得很好。那外面这边呢有座位区，也可以坐在这边喝咖啡。光拍呢，水哦水哦，但他这边这个座位很低。这个好喝吗？它喝起来是什么味道？就很像维也纳咖啡。什么是维也纳咖啡？上面是有点像奶盖。嗯，就是像在喝咖啡版的奶盖。来到整趟韩国，我最期待的一顿饭就是土俗村的鸡汤。这间是生鸡汤，然后它的建筑物是这种那个韩国传统的韩屋，里面整个都是很传统的建筑风格。现在差不多是5-6点，人没有到很多很多。菜单蛮简单的，就是有无骨鸡的跟一般的鸡，然后有分有没有人参，有人参的呢会加6000块。一上桌就会给泡菜，然后萝卜，还有这个生茶，这应该是生茶对吧？好夸张耶！就是很深，然后很养生，甘甜，甘甜。哇，还是滚烫的哎！然后那个鸡应该就是那种春鸡，很小一只，肉看起来超嫩的，一定很好吃，很棒哦。跟昨天那种清鸡汤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那个太香了，可以加一点胡椒跟盐，然后舀一匙汤，把它和一和，沾着鸡肉吃。它的泡菜是我这几天吃到我觉得最好吃的，前几天的都有一点带酸，它这个完全没有，就是咸跟辣，但又不是死咸，带有一点甘甜的那种，很棒。当下喝了，我们要跟伟辣说拜拜了，过年见咯，也就是下礼拜，非常快速，好快，感谢这两天的招待，谢谢，非常的好玩。안녕하세요，下次再见。Darren 还有。기억나네어떤밤바다우리의수줍었던첫키스생각나니울고불며너의옷차락잡은我们现在刚上飞机，要准备回家了。这一趟我真的觉得首尔好好玩，原本想说在欧洲过了这么久已经没有那个精神跟体力，没想到精神回来真的很赞，我希望可以赶快再回。然后今天其实是频道的1周年，所以有准备一些小赞礼要给大家，谢谢大家这一整年的支持。那详细的抽奖办法呢，我会放在资讯栏，欢迎大家参考，然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然后看100遍，拜拜。Never did, I never came through. 이제와서뭘바래우리의추억은